掌握华强北一手行情，不做二手韭菜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阿宅。每天下午打卡华强北各大市场帮粉丝挑选机器。下午的3点半，阿宅也是准时到达市场。先过来飞扬的4楼，帮一位深圳本地的粉丝拿一台准新的14 Pro Max 256G 的黑色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台成色99新的机器，然后电池效率是个100%的，充电次数也只有一次。这台准新的机器，我们在市场是花了5250拿到。小伙伴们觉得性价比高吗？等一下这位深圳本地的粉丝过来自取，我们先帮他改好双卡，然后测好机器。2 hours later， 这回的话机器已经改好了双卡，阿台也是帮他测好了，数据的话也是已经传输成功了。现在阿台就来用卡贴帮他解锁一下电信 5G， 不懂的小伙伴也可以来学习一下哦。然后我们后面装上这个，是个小白卡，正面装上卡贴，卡贴的缺角对着这个卡槽的缺角放进去一端，然后直接装电信卡，折过来之后直接插入手机，密码多少？1739。1739。这个时候我们选这个就是 eSIM 接锁，这个机器是微版的，我们选这个微版接收。这个时候再拿自动来信号就行，都不用选。就是你的号是吧？对，就是主号。这个的话我就编辑一下吧，因为这个是 eSIM， 就是另外一个小白卡吧。要把它编辑成 eSIM， 然后进去这个号，把这号的慢摇打开就好了。那已经出来中国电信了。你一直是这样是吧？对，你一直这样显示四 G 是吧？对，可以。显示四 G 是网络好还是干嘛？网络。先试一下，我现在试一下打电话啊，打电话。然后打电话的时候，您的号码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信号码，需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信。这样就行了，你可以试一下，反正这段解锁好了。小伙伴们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QP 解锁卡贴还是比较快的，基本上是1分钟就搞定了。帮这位粉丝搞定好之后，阿宅也要继续忙了。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